小姐姐，我们来到哪里了？给我们介绍一下。我们太阳乡望九重的观景平台。望九重是啥呀？望九重就是我们站在那边，如果有缘的话可以看到九重山脉。有缘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来有没有缘呀？我们都是有缘人。我发现有一个拍婚纱的肯定是有缘的了，对吧？来，给我们指一指哪九重九山脉。我们站到那边看的话，会比较看得比较直观一些，是吧？需要用望远镜吗？看，拍婚纱照吧。来，小姐姐，九重在哪边呢？给我们指一指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远方我看到还有啊，那远方是吧？你也可以数一下十八层山。十八层山。你从这边开始数，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十八层的台阶，我跳下去得了吧。看拍婚纱的。让我们三月数一数九重山，指一指江山，指一下。九还是九个呀？好嘞，说的不错。看，三月正在被围观，都是在拍他的。看一下风景。这新娘的一个摄影师，三月一群摄影师。这个春天跟着一晨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